刘培源的常识宝典啊，品味啊，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，唐朝啊，李白的作品，写的是唐明皇啊，李隆基啊，跟他的爱妃啊，乱雷恋啊，跟他的媳妇啊，这个杨贵妃啊，杨玉环。那这个呢啊，照片呢、啊？当然，唐朝离乡太久，1000多年，没有照片嘛。没有影片嘛，没有动画，这个连画画也是后来模这个想象的，当时也没画，也很奇怪，当时应该要画的，这怪了啊！当时有时候是当时有画啊，但是后来就是战乱啊，遗失了，所以很多的这个当时画的或者文章，就像《史记》啊，原稿都找不到，有时候这个画或者是原稿，有时候过几十年、100年、200年，就一个战乱就没了。就没了啊，所以找不到，不是当时没有，是被弄坏掉，所以战争是对人类很文物啊很大的破坏，所以我们这个清朝以前的东西没有了，这个像这个起先是秦始皇啊，把天下的书啊都移到这个咸阳啊，再留一套啊留在咸阳啊，民间只能说啊医学的啦。种植物的啊，这些啊，其他的政治啦、经济类啦、武术啦啊，不准留啊，这已经很惨了。结果呢，至少留一套嘛，留一套在咸阳嘛。秦始皇想说，如果我是秦始皇，没有人敢动我的。结果一死掉以后，被项羽进去一把火，项羽是个大老粗啊，超级大老粗、啊，我管你关我屁事啊，全部烧掉。超级大老粗啊，这个人是恶魔啊，项羽这个是恶魔。所以对历史有一点观念的就知道，项羽杀人啊，你说这个战争杀人是很正常、啊、他杀人不是一般的杀法，不是一般的杀法，该杀的也杀，不杀的也杀啊，这个就是恶魔啊。但现在一般人啊对历史不了解，尤其对细节更不了解啊，很多人说项羽是谁啊，刘邦是谁啊，秦始皇是谁，关我屁事啊，我会玩手游，哎，手游好像有啊，就一般这个年轻人就这样，没办法。那这写的啊，那我们看看，这是现代人啊，啊，但这个算作风大胆啊，还是有点风雨啊。所以杨贵妃到底是不是胖子啊？她绝对不是胖子啊，是人的审美观念嘛？你告诉我，从古往今来有没有说娶一个老婆很漂亮、宠爱的样子大胖子，或者发育不良的？没有嘛？这是人的审美观念，千百年都有一套嘛。他只是风雨而已。什么叫风雨啊？啊，比如说假设他168好吧，168呢？啊，你说他80-90公斤的大胖子啊？他不是啊。啊，他可能60公斤啊，58、60啊，62这样，就是稍微有一点肉啊，有点肉，风雨不像是一般的。你看中国画古代都瘦瘦的啊，他不瘦，只能说他不瘦，有肉啊，有点风雨啊，只能这样。但是风雨你不知道他是胖子啊，这个是，所以第一个是谁，哪一个人说他是胖子啊，叫出来打一打，他不是胖子啊，他不是大胖子啊，大胖子这个，所以人家觉得很奇怪。唐明皇喜欢大胖子，那奇怪，那个唐朝胖子很多啊，随便找都有一大堆啊，这不是，他只是有肉啊，可能唐明皇喜欢有肉。那至于为什么是乱伦呢？他本来是他的第19个儿子啊，寿王茂的这个妃子，哎，所以以前不只是皇帝好几个太太啊，他是他皇族啊，也可以好几个、啊，所以当皇家最爽了，就被他看中了。看中怎么办？爸爸喜欢这个儿子的这个妃子，那他这个如果是太子啊，太子有时候还有点机会，他又不是太子，那第19个小孩子说，那爸爸喜欢拿去用吧，那不爱我怎么办？啊，就把他先啊弄去当女道士啊，过个水啊，不然直接拿来不好看嘛。这个大臣总是会讲话不好看啊，也遮人耳目，就送到这个道士观里面啊，去修啊，修道士女道士。然后过一段时间过水再拿来用啊，所以他是这个情况，所以基本上算乱伦了。但是你说啊，他先嫁给第19个儿子，然后两个人啊，那当然不知道多久了啊，是嫁了一个月，嫁了半年，嫁了一年啊，然后被送去当女道，不知道。但是理论上来讲，两个不可能没发生关系嘛啊，就是你儿子通常来讲啊，就是有发生关系，那他爸爸看中了，爸爸不介意啊，送去当女道，所以父子两个一起用，所以应该叫乱伦啊。这个在人性上来讲应该跑不掉啊，除非说他儿子啊就没用过啊，他儿子不伦啊，就
不能人道的，这种几率不高了。啊，这是后代人想象图啊，想象图。当然这样子可能还不够漂亮啊，啊，这个看起来也不够漂亮啊，啊，这个是也是想象图啊，这个更丑啊。所以这个古代很多这画匠他妈的画得很丑，不好看啊。但有时候真的丑，像那个清朝啊，清朝末代有照片出来，照片假的啊，这个很奇怪，照片很丑啊。但慈禧你不要说他丑啊，慈禧当时70多岁了，70多岁不好看正常啊。你要看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就说这个清朝末年的时候啊，这个年轻的宫女或者妃嫔啊，啊就不好看，那就假不了啊。所以慈禧年轻的时候是蛮好看的，但人老了嘛，不然你说你像那个像电影明星啊，那以前比较没有什么化妆、打玻尿酸的那么多东西，没有整形啊。你说一个年轻的漂亮，20几岁漂亮，然后等到70、80岁的时候要很好看，古代很难呐、啊，啊，现在就是化妆嘛。但是有时候化妆一回家妆一卸，吓死人了、啊。所以这是一些想象图啊。我们看这个《长恨歌》，这很有名啊，李白啊，李白写的啊。李白他不是汉人啊，他是胡人啊，胡人啊。他出生在甘肃那边啊，他是有点羌人啊，后来又在四川那边待了很久的时间啊，就是文武双全了 啊，但是可惜没有机会带兵打仗啊，他文武双全啊，所以他这个幻想力特别丰富啊。他跟李白跟杜甫，李杜嘛，杜甫就比较平实，就是白居易就像公子哥啊，专门写一些啊虚无缥缈的啊，就文字又很棒。杜甫呢就写民间啊，所以李杜。后来小李杜啊，李商隐还有杜牧叫小李杜。好，我们看这个他的诗啊，这叫古风。因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绝句啊，律诗啊，绝句是4句啊，律诗8句啊，这个不是啊，很多啊，这叫古风，就不受那个限，古代的风格啊，就不受限制。但是它是7言啊，我们叫7言古风。一般短的话就是5言或7言，律诗绝句啊，绝句4句，律诗8句，那不够写啊，4句8句不够写啊。你看那么长，这叫7言古风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一下，那像中国大陆年轻人说啊看不懂啊，只要是繁体字我就不看，这观念似是而非啊。当然你不熟啊，当然中国大陆现在年纪大一点的啊，还可能还接得上，年纪轻的我看不熟啊。可是那中国古书你就一辈子不要看了啊！其实中国的宝贝，你说这个啊，比如说1960几年，假设了，这忘不记记不清楚啊，就是他们开始啊改成简体字以后，那也不过是现在几年嘛，60年嘛。可是中国前几千年那是多少东西啊？所以这个改成简体字是一个错误，天大的错误。可当时有时代背景，你也不能怪他，因为这个字啊，很多的文盲啊。他字都认不出来，还字那么多，所以官方就弄简单一点，以草书为主。可是慢慢那现在大家都念书啦，而且像电脑打字啊拆码的没差啊，我管你多少话，我也是3码4码就出来。所以这个应该是有一段时间呐、啊，开始啊，就是啊这简体繁体啊，或我们叫正体啊，并行不悖啊，大家熟悉一下啊，过一段时间再恢复啊正体啊。这样子比较好，不要接轨嘛，因为有接轨嘛。如果没有古文的话，那没关系啊，你去弄那个简体字没关系啊，啊，但是有古文的关系，所以这边大家趁机会看一下这个正体字或者繁体字。如果你实在看不懂，反正网络上你随便嘛，啊，这《长恨歌》啊，你随便就是 copy 下来嘛，然后一转嘛，啊，在网站上一转成那个啊简体字，你看也可以嘛。汉皇重色思倾国，汉皇的汉朝。啊，他不是汉朝啊，他唐朝啊，就是汉人啊，所以我们常讲商人，中国商人啊，商代人会做生意。一讲汉人，汉朝国家力量大，汉人；一讲唐人啊，唐人街啊，一般讲这三个比较多。什么清人？清人就是啊，外国人讲啊，清人，清朝就是带贬义了，所以一般是唐人、汉人、商人啊。那就是我们汉人的皇帝啊，唐朝啊，汉人的皇帝李隆基，重色，这个很重视女色，然后一直在想要找一个倾国倾城的天下美女，郁郁多年啊，在他的皇宫里面啊，找了很多年，找不到。你说他这个后宫3000啊，3000个都找不到，这个人就是怪咖嘛，这人就是怪啊。
这你觉得三千个总有个一百个两百个好看，他这个怪咖啊，他就是不喜欢，他没有办法啊。当然我们这边也提啊，就中国历朝历代以来啊，很多朝代都是开国那个君主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啊，这个又会驾驭臣子啊，又会打仗，然后天上又派下了一堆的，我们叫文曲武曲啊，像这个本来刘邦打不过项羽，就派张良、萧何啊、文臣啊，派武将啊，这个樊哙啊，这个啊，这个韩信啊，这些一大堆的啊。三国本来刘备啊靠边站啊，当然也没办法，他只能三分天下，至少也派诸葛亮啊，派关公、张飞啊。所以正史上啊，当《三国演义》正确率我看顶多三成，可是正上有记载外人敌。真正提外只有两个人啊，包括吕布都没有提外人敌，吕布只有提飞将。政治上记载外人敌啊，只有张飞、关公，而且张飞写前面喽，关公写后面啊，什么赵云、马超啊，当然也是很会打啊，可是没有写外人敌。杨家有女初长成了 啊，所以我们就说开国皇帝很厉害，然后到中代了中期的时候，哎，有一个王八蛋出现了啊，他接手的时候，当皇帝国力还很强。可是他把国家搞惨了，然后到了第三末期的时候，就昏君出现啊。所以呢，唐朝的这个昏君啊，中间啊不是尾巴，中间昏君就是唐明皇。那清朝是谁呢？啊，昏君啊，中期的谁啊？乾隆。那时候乾隆不是很好皇帝啊，他刚开始不错啊，可是后来不行啊，就由盛而衰嘛。啊，所以我们是看最后结果嘛。啊，他可能刚上去的时候也不错，可是我们是看最后结果嘛。这个结果啊，就是清朝就开始啊，就开始由盛转弱啊，所以大部分历朝历代都是看啊，开国很强，末代昏君，那个国家就没了啊，中间也许一个啊，至少一个啊，也许两个啊，甚至三个，就是由盛啊变衰，好几个，就是也算天道啊，这是一个规则。所以台湾为什么啊？这个两蒋时代啊，咱蒋中正当不是个玩意儿 啊，可是他至少丢掉大陆以后，他有心啊，想把台湾搞好啊，赎罪啊。就他儿子还不错，蒋经国不错，可是蒋经国那时候啊，他死之前居然把台湾弄成啊四小龙之首。那后来为什么台湾现在人家看不起呢？就后来嘛，后来几个皇帝啊，不是皇帝啊，几个总统，你自己去看嘛啊，名字我们不要讲啊，这一个不如一代，不如一代啊，所以就不行啊，所以领导人很重要。杨家有女初长成，杨家出了一个杨玉环啊，刚长大，可能十六七岁啊，就变有点登大郎啊。养在深闺人未识啊，就养在家里面啊，没有抛头露面啊。古代那个女孩子啊，不抛头露面，人家不认识。但是呢，天生丽质难自弃啊，天生丽质啊，漂亮不得了，很难被抛弃啊。就旁边可能邻居也会看到啊，亲戚朋友会看到，哇，这个马路上是看不到啊，这个因为她不出来。可亲戚朋友邻居，哎呦，这女孩子漂亮啊，啊，一朝选在君王侧啊，这是李白啊，替这个皇帝啊，李隆基漂白。他不是一朝选在君王侧，一朝选在皇子侧啊，他是十九子啊，寿王茂，后来被他看中啊。当然你说选在君王侧也没错，可是他前面有一个是被儿子先选上了。那你选君王侧也可以，但你前面要选说先被你儿子选中了，再被你爸爸抢过来，可是他不写，不好听啊，就替他漂白啊。所以一般就是哦，被唐明皇选中，不是啊，抢过来的啊。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到底真的假的不知道。像我们看史记啊，啊，尧舜啊，尧禅位给啊，禅位给舜，舜禅位禅让给大禹。啊，结果后来一个竹书纪年啊，也是那个春秋时代的魏王陵啊坟墓一挖出来，说不是啊，抢过来了，舜从尧手中抢过来了，禹也是从舜里面抢过来，那你到底写哪一个？人家也是啊，而且是蝌蚪文啊，也是古文啊，啊，所以就是说很难讲啊。回眸一笑百媚生啊，回头一笑，哇，大家受不了，怎么这么漂亮？笑了这么美丽啊，百媚生啊，各种媚态，哇，这个是找不到。啊，当然没有照片了，没有影片，我不知道啊，只能说超级美女啊，除了漂亮以外，就是有除了有姿色以外，所以有些女孩子很漂亮，可是笑的好像
要笑不笑的啊，就很冷啊，那种就没有什么吸引，是很漂亮，可是很冷啊。啊，就像我们有时候在那个啊捷运上看到个美女不错，而且穿的蛮少的，啊，那是你自己要穿少的，我不看你要不行啊，我就看你一看啊，他知道在看，说干嘛想强奸啊，想错，那你自己那你就穿多一点嘛，那是你自己穿少，那公共场合我又不能怎么样，那你穿少又找的不错，那我看几眼我又不能怎么样，可是马上好像就说你干嘛想强奸啊，想怎么样告你哦，啊，这种女的就没意思，那你就穿多一点嘛。那有的人不是啊，有的美女你看她，她跟你笑一笑啊，所以有的看个性啊。六宫粉黛五颜色啊，六宫我们讲三宫六院啊，各朝各代不一样啊，有时候是六宫，有时候三宫啊，不一样，所以历史上没有绝对的啊，没有绝对，有时候这个朝代三宫，那个朝代是六宫啊，都不一样，没有标准答案。粉黛呢，就是那些啊，这妃子啊，嫔妃啊，没有颜色呢，比下去了。春寒玉室华清池啊，这个皇帝喜欢啊，就是春天还有一点冷的时候啊，我们在户外啊，有这个啊，有这个，我们讲这个有这个温泉啊，华清池啊，在华清有温泉啊，我们在里面洗澡啊，那洗澡那通常怎么样呢啊，这个当现场没看到，就大概了啊，因为他是皇家嘛，皇家外人进不来啊，但是呢别人看了不好，就是外面弄个白幕啊，白色的布啊，把遮一下，然后皇帝跟在里面啊，当里面还有那个其他的啊，这个侍女啊去帮他洗，就是以前都自己不洗的，皇家自己不洗的，皇家不洗啊，所以那个慈禧啊，这以前看过一些啊一些那个史料啊，慈禧一定要上大号嘛啊，不上大号不行啊，大号就在他房间，真是一个大号，他要走了嘛，几十步一百步太累，就在房间，皇帝也是一样。这洗完一定会脏啊！一洗完之后，马上啊，其他的侍女马上就把它洗干净啊，擦干净啊，还加香水啊，一大堆。就皇族嘛，啊，温泉水花洗凝脂啊，温泉那个水啊，加点碳酸水啊，洗它这个，所以看起来它的皮肤是非常好，凝脂就是很滑嫩啊，就看起来啊，我们从这我语句推敲，长得漂亮，笑容迷人啊，就是有这个。不但漂亮，而且就是有这个美女的范啊，美女的范啊，皮肤好得不得了啊，大概是这样啊，但是啊有点肉啊，但是你不要说大胖子啊，他绝对不瘦啊，但是他绝对不是大胖子啊，失而复起娇无力啊，可是女孩子装腔作势一下啊，她的女士啊把扶起啊，我没什么力气啊，这个皇帝就高兴啊，没什么了，来爹爹来疼你一下啊，时是星辰恩泽时，就是皇帝就宠爱她。啊，云鬓呢？云就像那个云嘛，一般是白云嘛，蓝天白云嘛。云鬓啊，鬓着头发啊，花颜，她的容貌像花一样啊。金步摇，什么叫金步摇？就是她那个头发上啊，有插那个啊，叫簪啊，我们就像发夹一样啊，金色的啊。走的时候会咚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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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啊，这叫那个金步摇啊，就是走起来有味道，走起来这个漂亮美女啊，头发上面有。啊，云鬓啊，不是白头发，白头发吓死人了。上面插一点啊，白色的装饰品，然后容颜啊，像花一样啊，头上那个戴那个啊，戴那个戴那个簪呐啊，戴一些那个啊，咚咚咚，金色，像又有白色啊，又有她的脸色啊，又有金色，就很漂亮的彩色啊。啊，芙蓉帐下，芙蓉帐就是古代那个怕蚊子咬嘛，要有帐啊。现代当然无所谓，开冷气啊，门关起来。古代一定要帐怕蚊子咬，那上面绣刺了个芙蓉啊，刺了花，皇家嘛啊，度春宵啊，睡觉了很舒服啊，春宵苦短，结果时间不够啊，啊时间不够啊，日高起，这就很荒唐了，因为古代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啊，当然皇家嘛，他不一定像说很多以前古代的人啊，这晚上啊七点多顶多八点睡觉，因为一般人点不起蜡烛啊，你说点蜡烛啊。开灯了、啊，那没有电嘛，没有灯，啊，点蜡烛嘛，点蜡烛有钱了 啊，烧柴火，烧柴火是要钱了 啊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去可以砍柴了，啊，去买啊，这一般就是啊，吃完晚饭啊，七八点啊，啊，月色也不是很亮啊，睡觉啊，生孩子啊，睡觉，那皇家当然可以有蜡烛啊，可是，所以皇家可以夜游啊，他可以十点多、十一点、十二点睡觉都没关系啊，然后他要早朝嘛，这皇帝早朝很早。可能这个四点多五点要早朝，所以他比如说晚上十二点睡啊，然后啊两个还要做爱啊，做一做四点要早朝，这时间不够啊，春宵苦短啊，不是说他晚上七八点睡到早上十点钟这不够，不是啊，
他还去玩了、啊、喝酒啊，营业了、啊、搞到你十二点才睡啊，然后四点要去参加这个早朝啊，只有四个钟头啊，时间不够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从此君王不早朝，后来皇帝说啊，算太累太累啊，不早朝了，不早朝，反正那时候刚开始啊，唐朝还蛮顺的啊，还蛮顺的，所以从此君王就不早朝。好，我们这个上集啊，第一部分先讲到这里啊。当然了，我这边十五个频道我们讲过很多次，现在大家还没有说很捧场啊，大部分还是只按一个订阅啊。我希望你十五个都按订阅，不是，我不是只有一个频道，十五个频道，所以你顶多花三分钟嘛，因为我们都有连结嘛。啊，你看我的视频花个三分钟啊，订阅十五个，我觉得还好啊，拜托一下啊。上集先讲这个。